这个五色梅变的颜色真快哦，昨天还是这样的颜色，今天就变成了这样的颜色。哇，是不是很神奇，很漂亮？果然叫五色梅。这个百合虽然在上盆的时候埋了底肥，但是现在它运了这么多花蕾了，为了让它这一每一个花苞都能绽放出非常漂亮的花来，最好再给它追施一下这个速效肥，因为运蕾的时候它对这个磷钾肥的需求是非常大的，尤其是这个磷肥直接会决定它的这个花苞开不开得出来，或者是开的这个花朵大不大。你是不是想看又大又多的百合花呢？如果想的话，那和我一样来施这个磷酸二氢钾吧，给它们先给它喷液。这个速效肥喷液的话吸收是最快的，但是喷的时候最好不要喷到了它的这一个花蕾上面。再给它灌根，灌根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每次浇水的时候在里面加一点点，拿着来浇就可以。如果这个天气好的话，最好一个星期给它追一次，这样就能看到又大又漂亮的百合花哦。 OK，